新竹头前溪第一排是建商的必争之地，高滩地和滨公园风景优美，规划丰富的休闲娱乐设施，是竹北新的人气打卡景点。Hello， 我是芊芊，这里是竹北头前溪水岸第一排的德新一集。想知道任何房市情报，马上扫描免费咨询。德新一集位于新隆路一段台科路口，往西跨越县政九路就是台科大竹北校区、亚太美国学校以及健康产业园区，东侧则是一栋栋的豪宅聚落，新隆生态公园、县政植物公园，生活气氛相当的悠闲。德新一集针对换屋族规划40至56坪、3至4房格局，地上18层、地下3层的双栋建筑，提供全平面车位，是零店面的纯住宅社区。豪宅御用建筑师赵英杰相当重视建筑的采光及通风，即使在千坪基地上，他也坚持分为2栋建筑，一来结构方正，二来136户住家都能享有户户边间3面采光。建材配备方面，厨具配有德国 Light 高级厨具，卫浴空间则采用德国 Duravi 日本 Toto 设备，不用100坪的空间，品牌对了就能打造出生活的高质感。在公社方面，除了健身房、妈妈教室之外，还规划有面对水池的日式茶屋，春夏秋冬都拥有不同的景色变化哦。德新建设大手笔采用日本 YKK 气密窗，搭配全热交换器，让室内拥有清新空气的同时，也能享受到河岸第一排的惬意宁静。开车10分钟即可到达家乐福、光明商圈，生活机能完善；开车15分钟即可抵达竹科、台园科技园区以及新竹高铁站，周遭更有明星中小学、亚太美国学校，可供住户选择哦。如果你向往水岸第一排，并且享有永久动距的优势，那你一定不能错过德新一集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出去哦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